那个德川会这个全部都是这个办公室负责全四政治和重庆、然后大部分的企业就是80%左右就是在四省包括成都这个位置，然后龙三的那个企业的那个数量是160家，从教堂的那方面来排的。我们在成都也有那个新的建的那个学术，再来的话我们多的新的一些就是做中贸易的一些机会的、我听说有小猫辣个菜那就完了呢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这个是中国西部的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从经济的那个角度来说那个发展会有这么快。我们现在就是做了那个办公室2011年的时候就旁边什么都没有，包括环球中心啊、包括那个奥克斯广场啊、那个福花园啊等等啊，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了。火锅炒熟辣子鸡等等有好多，我挺喜欢吃辣的呢。我经常就是跑到那个龙泉去那桃花节，好美，好美呀、然后那个刚才有那个油菜画呢就开了呢，也特别美，这个我挺喜欢的。我也喜欢就是听一下音乐，听音乐的话我经常也去那个四川音乐学院唱了那个音乐会。那当然同意，这个也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呢，他们就是那个工作的那个环境下就是比较认真嘛。你看那个德国企业有这么多的从小型的企业就是变了就是全球就是最厉害的一些企业的，那肯定是因为就是德国人的那个工作是很关注一个什么什么音乐比较严格啊。但是我们也喜欢开玩笑了，比如说德国最有名的是啤酒应该是吧，那就多喝呀，啤酒就开放是吧。德隆那边一个历史更悠久的一个大教堂呢是非常漂亮，然后是海边那边实际上是那个空气非常新鲜非常好，人的那个生活节奏就是很慢啊。这个第三个一个地方啊，那可能是靠东边一个地方，柏林啊波茨丹啊，这个是非常国际的一个地方，就是变化就是很快，然后发展的就是非常非常好。在国外最有名的其中有香肠猪脚，但是这个说实话是一个比较巴伐利亚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再往北走的话呢，北海那边那肯定是鱼鳕鱼在那边就是非常有名的，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像汤就是里面呢然后煮慢慢煮非常好我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路边路上天天能听到好多人就说呀，你看有一个老外呢，说实话这个老外也不怎么礼貌是吧这个老外我不仅是一个老外呢，我也是一个人呢，我也是一个女人呢